中国男队迎战日本队。第一盘，黄亮对前缘正号，前缘采取近台快攻打法，黄亮则利用旋转变化的削球调动对方。 第二盘，梁戈亮和河野满交锋。梁戈亮攻守结合，战术灵活多变，河野满稳扎稳打，抽杀快速有力。 梁戈亮以2-1取胜。 郭月华与高岛对阵。 郭月华擅长拉弧圈球进攻，高岛防守技术比较突出。
两局都以悬殊的比分失利。 第四盘，黄亮出战河野满。 第二局，郭月华曾以15-20落后，但他临危不惧，沉着应战，最后反以23-21取胜。 5-0战胜日本男队，第6次荣获世界冠军称号，日本队获得亚军。